车，下车。好，慢点啊，开始锁你。老师，把车停下，停下，停下，开始锁你。这处非法屠宰点位于芙蓉区东岸街道山木村，窝点位置隐蔽，且屠宰户比较警惕。为了不打草惊蛇，联合执法人员首先在外围布控观察，发现该窝点的屠宰户正在屠宰一头生猪后，行动迅速展开。三轮车是哪个店？三轮车。来看看你，看看你，照照相啊。虽然从外面看这只是一户普通的民房，但里面却摆放着挂钩、大锅以及杀猪用的吊环、刀具等物品，室内卫生条件也十分脏乱。除了已屠宰的生猪外，窝点的栅栏内还管有一头生猪，均是未通过相关部门检验检疫的。它这个屠宰点的话，它是一个未经定点的这个屠宰点。这个屠宰点呢，它这个它现场的这个设施设备啊，包括场地啊的这个条件是不符合这个屠宰的这个条件的。我们到现场以后呢，发现呢，它这个里面啊污水横流，包括这个屠宰的这个工具啊，包括屠宰的一些这个设施设备都不符合这个屠宰的标准，这个肉品的品质也无法得到保障。随后，联合执法人员又在附近捣毁了另一家非法屠宰点，收缴300余斤白板肉和数头生猪。什么？六六六吗？哇，成哪的？这里吗？成这？啊，老子吃的。老子，老婆这。